到接触那边间，比如说你到手机里头，透过手机来跟他互动的，比如说你老温，我感到聪明智慧的在听，你注意在周围讲啥物话，在老温有啥物看的看，比如说你到手机来看到啥物，因为在他周围，我那里会激动，发出信号给他们，那就是看时间到周围。
的这款影线印在，伫一月所租第三张，一月所租第三张，一月所租第三张第六十到十三十。伊有所书第三章第六十到十三十，听着咱同出声来看吼。第六十来请，这二弟我当当，你也过来过来，下着雨，你当面无事，当面你来，当面你问，我做了这福音的秘书，是叫新的文书。这文书是照伊文明的概念所看的，我本来伫信息路中做做的工作，连伊伊也看我做文的，让我从伊度那收得到的丰富，还予我别人，搁使正人拢明白，这历代历代文章伫创造万里之时代的奥秘是如何。
你敢吃去啊？啊，所以这个就无嘛，也尴尬呢。啊，你也感觉足奇怪对无？因为咱有得到一定的知识，迄个知识就是用来徛伫世间，你生活本身应该爱有的栽培。哦，虽然你有真多，就像保罗伫咱是伊讲的遮个旧所书内底讲的经章，真多暗藏啊，啥说暗藏？哦，都是靠底下你唔知影尔，啊，你硬掀起来，迄个掀起来就是发现。所以咱即摆啊，你若看电视吼，互大家上好乐的，啊，佫上互人无分钟的，就是看 Discovery。Discovery 这个频道，伊内底拢甲你发现啊，哦，发现叫做 Discovery。你来去发现啥物物件，你来去研究啥物件，啊，咱吼读册读册，愈读愈细对无？哦，所以你若大家小朋友讲，哎，以前读册哦，哦，像当时我咧读册时，我嘛感觉读册上艰苦咧。我最爱发生个世界代志，我迄个变变了，了有来读册呐。所以你先读册嘛，读册吼。但是你若无读册，你就等于无知识，无知识你就会惊吓，乌地惊啦。啊，咱这是叫做知识代，啊，良性代，良性代就是像保罗安尼。一个迄个年代的神学博士哦，栽培足侪代志，但是上帝无会好过呢。上帝叫做何伊，他起笑讲话，他讲狂癫呐吼，狂癫，起狂，啊，过又癫过安尼，流嘴汗安尼，皮皮出来，啊，过活到底，哦，向拖去地界，啊，伫遐过安尼，拢总袂食袂啉。艰苦，啊！嘛咧过日子的中间，嘛在阿那尼亚来来行洗礼。人叫阿那尼亚去甲行洗礼，阿那尼亚是亚当死亡的拜托的。你甲什么人行洗礼拢会使？一颗是敌之都呢，你昨日掠伊骨头，交去无罗马政府结果西塔内底，啊，伫遐无西，吃吃无饱的，啊，所以叫我去找伊。这是足实在的证明啦吼，大家知识，大家一般的知识，你嘛感觉讲唔好咧。我什么人会使食？我若是食着这个蛇，我叫出伊个名，我是蛇哦。啊，你个蛇是啥物款嘞？一个人才呐。迄当时，伫教会内底是替人去顾衫裤，怎在顾衫裤？因有人去拍四台湾，迄四台湾吼，我安尼敢来做证，敢来见证耶稣。所以这个爱要死，奇怪，结晶耶稣在那个年代也爱死，所以你来把头脑回想在那个年代，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呢，该死。太阳的更艰难，艰苦我无办法看，因为那个时代耶稣的作为可以未理解，所以那个恶批咱嘛未理解，哪有一个人来，那个人比这个更加输，比这个这些。我较有能力，伊的影响力较大，啊，所以苏提凡对随着耶稣的该死，要怎好死，怕好死，要怕的时候，这少年囡仔吼，爱比枪吼，会讲安尼，伊怕人吼，会老母的不着话，所以三个特征的，叫迄个扫罗都安讲，我来去拍迄苏提凡吼，伊老好无，扫罗是这种人诶，啊，这种人奈。后来再话改变，这个奥秘，这个奥秘你敢知吗？这个奥秘你敢知？唔知啦，唔知啦。咱人是戆的，人讲戆到未了解。所以上帝有时要让咱戆人来再把圣经的道理，伊会用真侪譬喻、真侪故事。哦，像耶稣迄讲道，拢无讲安硬邦邦的，拢总用讲古。哦，他全部说给咱听，咱就知哦。哦，原来哦，原来上帝伊的奥秘伫倒位啊？迄个奥秘只有你自己来解。甲伊变作一体以后，你就知讲哦，原来啊，你敢知影啥？就是才开始有一个，比如说你若看 Line 吼，还是 Facebook， 有人会点一个。爱因斯坦的故事，啊，迄个故事讲世间上大的能量是啥？
有看到这片车甲这这两人出来哦，哦，你转甲出去看，一条片你就掉去，因为爱因斯坦伊结论甲来讲讲，世间上勇的，因为爱因斯坦是发明了 E 等于 mc 平方公，能量就是等于 m 就是 mass。C 就是光速，这间上高的速度有点跟，你这个跟，你无一个速度比人家紧，所以电台电视台在讲，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安怎造出来的？就是咱的时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咯。你即马刚刚讲一点钟、两三分钟，你感觉一天是二十四点钟久？你感觉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四又四分之一啦吼。OK， 那微信就是代论的。啊，这个物件，伫个十五世纪，遐个哥白尼、伽利略，因读到天文学，读到数学，读到几何，啊，所以因有法度早早来发现着，地球乃是宇宙的中心。因该毋是嘛？当遐阵，因了有来过澳大利亚太阳系啦吼，因认定的宇宙是干呐？咱即摆去讲的太阳系。有太阳，有月亮，哦，有地球，有什么九大行星，起码有十大行星哦。天文学家用迄望远镜看，就有这个结论。啊，伫迄时阵都无人知，啊，你讲出来，伊感觉你这也是教会探图啊，教会内底迄神父啦，哦，迄红衣主教啦，迄教宗拢甲你讲，讲地球啊是宇宙的中心啊。啊，太阳的边缘是地当的，太热，来是晒热的。啊，你讲讲地球的天当嘛，太阳无天当嘛，啊，以太阳系来讲，首先每一个太阳系几千千万万的太阳系都在动的吼，啊，所有的太阳系才形成银河系，对吧？银河系又在动，最后会变成上帝又来告诉大家会被黑洞吸进去，有没有？哦，吸到黑洞里面。尘归尘，土归土啊！什么东西物质都在这个宇宙中的物质都被消灭。啊，你想看咱这样变啥？变啥才能去看的？他谁都谈不水，卖谈啦！啊，我谈不中啥？几百几，啊，这特别是几百几千，那几落亿万年啊，拢总变登天到虚无，拢总是空哦。所以人咧不靠道义的，要讲。虚无的空吼，空其实是说世间的形形色色，拢总会变空。哎，伊毛好体会呾呢吼，啊，但是比作都袂晓体会。啊，有影，嘛是讲袂晓体会，咱会啊，但是咱爱经过这条圣经，所予咱的才会心含故事。因为圣经是咱人写的，是迄神写，遐人伫个因影响是上大的，毋是罗马，因为罗马世代还伫概念改变。同个时间呐吼，变较早也是一样。迄条文化内底有足侪故神话故事，哦，啊有人的头，马的身躯，哦，有啥物救世，哦，有啥物，比如说天神，哦，啊，足侪遐神话故事拢讲相当童话，但这童话有没有真互咱人理解？因为咱人无法度讲一声。理解全世界的代志，但是你也慢慢对这个企业文化内底得到的想法，你都慢慢可能理解。耶稣、耶稣用刀吃肉身，迄、那个上帝变作人，伫人的中间，甲咱人同款，生老病死，所有的痛苦伊拢爱经过。啊，你敢听有？当然听无嘛。迄、那个恶业，你当然唔知嘛，这当然唔知嘛。你敢知咱都，咱都足老的。因为咱唔知咱想做诶，所以咱爱用写字模写。大家听讲，虽然青年讲了哦，这只枪，原来枪就是一面墙啦，墙壁哦，我越讲就枪了，包括哦，有人讲到夜尾，哎呦，原来枪就是一条锁啊。哦，有人讲到枪诶大卡，迄卡只粗啊，枪真像条啊，啊，倒一个讲会着，弄着嘛弄着。因為你根本無法度來理解整個大隻的像生出什麼原因而生的，所以咱人的靈感，咱靈目睭若生病，咱嘛毋通。所以保羅就是即款的天才，所以以前是受羅是歹人，哦，你
去甲顾衫，叫人遐人去甲收下发，拗死哦，啊真正死个，啊真正死哦，啊即款真歹啦，你嘛是叫做从犯，即嘛人家去审判，死刑的，害人死刑，拍人，啊伊个虽然顾衫嘛是爱关伊几个月对无？亲像即款只恶毒的人，讲伊个上帝改变伊啊，改变伊甲变做一个，啊咱的福音。看到外邦的所在，迄外邦遐就是指欧洲啦吼。你看过路偌侪困难，叫关叫台叫安尼破坏，尾仔船落来出船啦。迄船呀，硬是弄去，伊毋是伊的所在，毋是因头的所在，是别个国家，迄个国家，迄个所在就咱今讲欧洲的国家。啊，才对呀，来设立这个新的教会，这个新的教会。信徒才把这福音传到地极，那无吃着吃着这个外邦的，你讲说说该行做保罗啊吼，伊已经知影讲伊是信徒啊，啊伊的恶业今日不能猜，今日讲的，咱今日来甲想，啥是恶业？恶业就是你唔知啥是恶业，啊这个恶业咱来甲解，用咱的地位，迄个恶业亲像约瑟就好啦，哦约瑟叫袂起来见对无？啊！伊安怎把伊遐兄弟收理？有迄故事够精彩啦！哦，啊，就无只兄弟伫机缘个时，只好来到埃及伫遐咧，想讲去买一寡哦，钱啊啦，买一寡粮食转去。啊，咱知影叫做以前在卖去的这个小弟啊，啊，这小弟啊，佫一领彩衣啊，足水个衫，是因老爸囝讲做互伊个。啊，老爸就袂使大细心嘞，有时啊，你有遐个囡仔吼，同遐大姑细姨个囡仔，大家对待无啥同款。啊，这个上疼这个囡仔，偏偏哦，足细囡仔彩衣，啊，遐彩衣，可能就耍讲，迄个囡仔我足爱做梦嘞，只靠我讲迄梦话，哦，我遐七个什么牛啊拍起来吼，啊，向伊行咧啥货，哦，安尼买啊，连老爸老母啊，还家己行咧，啊，即款嘞，过去人吼。要知天文地理，无咱今日教课真好读，拢爱靠啥？靠听梦、解梦。哦，所以听梦个代志，伫迄阵真要紧。啊，大汉时阵约瑟，啊细汉伊嘛毋知影，啊用袂明白，啊袂晓家己解迄个梦。但是后来，伊去互酒精，哦，带去啊，啊啊伫迄个中间，伊家管理伊个家产。我还伫个管理中间做到够好啦，因为伊个能力是普通人个能力嘛。哦，所以伫遐，伊阁有法度替遮个，咱讲法老王个酒精啊，啊办遮个啦，总统哦，解梦啊解了，哎，阁啥啥，我迄酒精袂成个官嘞，啊，但酒精因为个人个，但人世间是黑暗嘛。哦，以前官多个钱吼，哦。这边下人来竞选吼，啊竞选对啊，啊你有代志要拜托伊啊，哦，迄无办法吼，了做拢来伊答应，啊我当年干嘛一定甲你安怎吼，路甲你开甲到哦，啥物地方甲你起甲到，啊这个对啊，哦，干干干穿着天啊最高的位置，下人愿意来，所以看慢慢，啊这代志会解决，但是到一天，到了后若出代志，连做到想袂通的事。究竟就知影哦，以前老解就是伊人，就是伊人，哇！所以你看上帝栽培一个人，你种恶业你敢知影？是本来叫结果，伫个尾一坑内底，哈嘛，哈无水的所在呢，迄是有水还阁会活呢。啊，门牙菜阁卖无遐个伊是妈的人，啊，只好都该送甲该丢的，啊，阁救。法老王，煞不得不用伊的解梦，互法老王。得过一个七年灾难，啊！第一灾难就是，伊遐兄弟来到法老边啊，来去找这个算宰相哦，来去伊讲讲，安尼啦，我嘛吼，我到医院来讲买一寡物件，物件买钱互人，安尼叫啥？要怎是？迄个钱用来捡到伊七内中间，啊！迄个啊，等于这老天爷煞，哦，家老爸吼，伊说个刚刚讲。啊！你奈安尼？你嘛想无？你看恶鬼，你敢想？你看天恶鬼，你想无啊？你知影这个，这个伊诶，约
切开钱吼，金银吼，买个遐，我甲装在遐中间吼，伊看到这兄弟是安怎，你知影？一走白房间啦，安怎来走？你买个啦，来走白房间，去创啥？你记无？去偷啊！哎呦，看到兄弟伫遐讲使哩，啊，你甲救？哎呀，你钱无了，倒闭了啊！走白天到外出，白使买个，我惊无代志。你看卖啊，天还好哩，好这个人明明吼，伊若要起势哦，大波势个囝若起势吼，迄倒咧倒电视安尼抬着我，哪有想讲什么过会头？啊，咱两个老爸讲老爸，虽然遐听好嘛，唔知说倒哩对无？伊问我讲，哎呀，太难看嘞！哦，啊，咱即款钱用了，后尾去买就是讲，伊用钱拢来赚人哦，有闲啊，有啊，其实讲歹势啦，哪会安尼？哦，今仔个中间，哦，即摆阁跌跌个，那还剩还阁甲你扛落去无？哦，啊，阁连迄红诶酒杯啊啥吼，迄足宝贵物件嘛放落来底，啊，所以安尼走嘛都调古董，哦，调古董讲遐留一个做认真，啊，等你家己，啊，阁一个细比要细阁较细小滴啊，紧抓来，爱换就对啦吼。当时中间，拢总互你看到人性，迄、那个人性是真个真实。第礼拜日拜六，哦，七天前个月七天拜六，我去参加一个咱长老会内底一个真出名诶堂长老。以前我伫中孝路长老会吼，啊，迄个长老伊个妈妈吴秀长老是迄个中孝路教会迄个古人啊吼，迄个古人即摆伫啊，头前我去一个新堂，你莫讲，迄新堂我以前来过迄个偌济吼。哎，去的无亲像咱古堂，即款像咱教会种，遮水个拜堂，伊去的是像安那蒙古包，哎，毋是蒙古包，就是摩西带伊先变成出来个，就是伊咧大一种帐篷，即个教会起做帐篷哦。啊，所以看开东西现代建筑咧，啊，无足显眼啦。然后迄个是教会在讲，啊，即个是教会，无咱讲实在，你若有拜堂，会用好好个讲。你看那一间城堡，遮大间，内底是中华人建设诶，七十年来底了吼，看袂出来。啊，当然王雪红了，哦，伊嘛伫遐有迄个足侪钱啊，我也发到，哦，啊，我伫遐六十年前对台北移民来台中时，就是伫这间教会。啊，伊妈妈，当初伊妈妈就是去这间教会，哦，当哦，迄个做中孝路。啊了，这个囝伊去就信用。后来，当这个家己就去门恩教会，伊会有入了一间台中的门恩长老教会吼。迄、那个门恩教会就是林东这个伊所有的硬体、软体拢装伊出来，哦，连土地，伊妈妈向门去也是教会土地，然后去弄足水的拜祭，啊，我伫遐结婚的，哦，我伫遐嘛结婚的，就是对我照顾迄个感情的。啊！伊即个当中，我有影做阮做一位校长，哦，阮拢细汉时欢喜教。啊，伫遐即摆，伊无较细路，正去门恩教会。门恩教会了，即个当中了哦，伫个伊也未过哦，前一工哦，前一工，啊，伊有母着讲我咧甲做家庭医师嘛吼，你着来。啊，伊甲囝儿拢叫来。囝儿来叫来做工，食暗顿的时间，囝儿讲伊，伊的囝一个就是台湾新南院的院长林鸿信教授哦，林鸿信，伊家己的兄弟林鸿佑，即马是门教会牧师，啊，这两个拢都是去读医学院，上过个，读到台大医学院五年啊，来同学，五年，那是比大学都多一点，再两年实习跟见习跟实习都。就当医生了，他放弃医学院，台大医学院放弃去做啥？你去德国、英国、法国去读神学博士。安尼完全迄个上帝无计较着，已经两个拢会使出来做医生，啊做医生，啊至少生活会去过嘛，像张先生嘛就好过啦，啊过来做一寡义工，何苦？但是无咧，我较戆伊啊，我两个兄弟仔拢安尼啦，只有想啥放弃去读神学博士，啊，倒来台湾，啊，佫无做咱台北迄间阳明山迄个台湾神学院吼，中国个即两间啊，
台湾是哪里？讲台南是哪里？吼，哎，这两间比较来再三接触到的制度吼，会使有迄个连枝哦，像比如说劳健保等等等等，还够退休金哦，啊，你啊对哦，中华生这一来你就会使，所以因为这嘛，大家拢有一定的扩大哦，你会使讲哦，把教材来，啊，但是不管如何啦，这成功的一个是哪部书哦啊？因爸爸伫个最后迄下，最后迄个人家拢叫啦，因伊坐伫头前囝儿，包括伊个查某囝 Mary 林玛丽，伊个先生林医师是张医师个台中中学同班同学啦，啊我做电话啦嘛吼，电话啦，所以因家当时即个囝婿是医生，迄间当场伊是张老吼，但是坐伫头前个伊个后生读书。伊个媳妇嘛无输，哦，咱个媳妇拢无输啦。啊，其他拢是张老接触遐，大家无接触拢张老。啊好，迄天叫恁开小会，张老到位内底迄款，迄足大个会议吼，决定个会议。啊，即、這个张老是落遐，遐无输等，无输等啦吼，啊点点点等，都在乖乖的听他讲话，讲什么？甲讲，我若有时间，不怕难呗。林秘书啊，这个名声，你袂使甲我带去甲我插股，袂使甲我电创啥？我这个会有八十几岁啊，伊就袂使啊。交代清楚吼，囝儿大家拢听好吼。哎，阿囝儿当然乖乖听，好，爸爸平来讲话伊嘛唔知，我乖乖听了尔。迄天是礼拜啊，礼拜啊交代了，礼拜一透早，迄林秘书打电话开始。进来，阮就难过过。哦，当我顶日来验尸吼，家己死无这段事。哎，到哪有法交代讲？但是你死拢知影嘛？啊，佫食暗顿呢，啊，佫讲话讲甲遮清楚呢。啊，伊过讲的时阵，当即个面，我唔知，我即个囡仔问个教会的伊的二囝，伊就问个教会的三爸个别消息，才知影讲，哦。当场哩，阮自细汉，阮含笑拢叫，叫做当场哩，完全拢无叫伊本职。伊是已经叫做江金华长老啊，伊嘛做长老呢。但是阮年代引流起时啦，吼，引流起时太亲嘞，所以讲做啥唔知讲啊，伊嘛做长老啊。哦，所以你讲伊个门人教会，个别学习，即嘛叫当场哩吼。向村当场哩已经叫好啊。伊好款大传到遮，传传到遮，去到大众的德安，即嘛是新时代，去遐食上好的肉粿，去七百块上个，哦，实在好了了去啦。那知影电梯落来时，迄电梯的压力吼，你知电梯好好人无要紧，但是对脑血管人落坏了，太侪人等。啊，等去了马上归纳，第一到中山病院，第二个关心这代志。就是我，因为囝儿台北啊，倒遐拢无人法度伫迄时阵进场。啊了，伊就脑筋转去了，啊，讲话讲他怕代志，讲唔知影代志。那才讲就落过往了，伊才才落精神。啊，虽然较精神，但是身躯老化嘛是变化啦吼，一定会啦。到啊顶顶礼拜，伊个查某囝儿妈哩，就是我做电话人这个。来，骨头摕妈妈的药，讲心脏太菜，心脏菜，我老实讲，我心脏会菜的，但是跳到八十，正常的心跳心脏几个？几下？七十二，一百二，哇，厉害厉害，七十二啊！所以跳到了两倍哦，你就不一样了嘞。啊，最常这样呆呆啦，嘛是台大医学院的复健师哦，阿姨知影，阿姑阿姨嘛，听到恁两工尔哦。妈妈，同款一礼拜啊，伊是无交代，已经较老化了吼。嘛是甲伊爸爸同款的，迄个闽南拄拄啊半暝来过哦，两天嘛相当。八十六岁啊啦，当然这环境啦吼，对咱人情世事来讲 ，OK 啦。啊，但同我讲是伊出题书啊，伊顶礼拜前一天礼拜六来参加迄个告别式。特别就是做大囝，这个新南博士，台湾新南医院的院长。
定吼，遗嘱嘛退定啦，也要做倒序，替做遗嘱的代表嘛，伊非常爱来感谢啦吼，啊感谢讲中山来开脑啦吼，啊以前咱中山迄个教授嘛是迄个林宗生教授，哦嘛是中山的心脏科的医生嘛，做得好听吼，拢爱叫名去介绍，给咱试一下，中山介绍了，啊严重的是。如果有台湾在电话里面的就是啊第三个是什么介绍张体中医师啊张体中医师我才怕的但我是什么原来你好那个新人的医生在那里拿着拜托手在那里穿在那里好张体中医师他现在坐在我们头上我叫他头上的医生我是做一个大小我要我回来去你对于来讲，我只是厝的人，我家属做一个院长。院长甲阮医生是相反人，就是无血无目屎啦，搁较白，到尾来误会几十年啊。做甲院长的人，甲毋知人情世事，甲毋知生老病死，替人去做好卫生，伊甲袂好一声，绝对的。但是讲到妈妈，最后伊拢家己无路照顾。电脑是看一礼拜两台哦，连续刷拢几台公斤去人看，所以讲得中体中，啊讲袂出意思是讲，前头还错在我塞入去啦，是啦，哦，我听讲嘛，用咩坐一条，用咩坐一条，都会用功，感恩啦吼，啊，这代志，我哩想讲，要是伊对着这个兄弟，不能再走入去旁边。下大口啊！伊这是兄弟啊，这不着人心啊，挡袂牢。我虽然无现在我是宰相，但是我永远节目，就敢若这有张同款嘞，哭啊，放声大哭。这是人情世事，咱大国啊，安怎活坚强哦？啊，不会，待第三礼拜，我要来吃，我特别邀请即摆公益方教会。现在到来个中华魔术，伊家己是一个厝内底第一代领导者，要去做礼拜是叫老爸安尼大生意，吃好就是，干那银行祈祷，开单人生意，财公吃饭祈祷，祈祷了感谢天父上帝赏赐我食，伊会帮拢做好呀，老爸个体面，等下祈祷了，把酒开，三个步，伊老爸个讲。恁天边较大，恁边较大，你知影无？是安尼出来一个基督徒，所以后无各位第三礼拜来做见证，你知无？听着，即款个报应，对一个即款个家庭出来读书吼，伊个体会比咱更加深啦。结果呢，我甲即个董长娘创作陈金华长老，特别是内底迄个新南院院长讲话讲较巧个代志，伊讲。你敢知？我老爸啊，会个别说吼，我听说多些，我同款啊，我同款啊，所以老爸以前哭，怎啊？哭着我很大哦。但是你啊，甲大家说多些，是我根本嘛讲袂过个啦。十几句话，都免二十句，啊，我安尼干会断头？所以就知影要说，即款心啊。迄就是你预料后来耶稣基督为着咱伫十字架顶真正足切个啦，囝人咱毋知我是咧创啥，我即个虽然用人，亲像人个形象伫遮，甲恁讲道理，要互恁来知天顶个恶灵，但是恁拢知，恁毋办无？恁搁来或者到内底个中级，搁遐个，今若是讲大个大祭司搞唔会无必要多。那几落多至少外邦人，伊嘛会晓洗手呢。伊要耶稣看侪，那医生摕迄个棉的盘来咧咧吹风，哎，这个人后头甲我无关系哦，无关系哦，罗马有法律哦，是恁要定恁的耶稣的哦，也洗手，必然做洗手，真出名。这个故事，足侪世间去拍的电影内底，不管是哦。什么世界的故事啦，银汉的故事啦，吼，迄两个拢有看到，必然都生气。人世间，咱判断力有较浅，但是至少罗马的法律，
罗马的尼禄皇帝拜公拜，但是因为话我说哦，那大官啦，因巡抚上拿够电线嘛，就咱讲电皮厉害哦，亚索米的这款人爱电我死，这款人恶名扬彩，唔办嘛，你亚索够我，啊，行去路咧，跟伊做官遐有钱人嘛，唔知这是亚索。那遐个学生伫房间内底秘密的房间内底，耶稣伫遐出现，伊嘛毋知影是耶稣，是甲刀仔手砍着伊个红嘴，才讲：“哦，你就是主。”所以耶稣讲：“恁未看见我来时，比迄个已经像刀仔咧看着咱要死，更加福气啊！咱就是这福气人，这款好命，恁唔怕。只有通过保罗这个话。”但是道理啊，创造外邦人，咱差不多得到这所来道理。顶礼拜我听，内底个我听看病是话，你知影？迄个四外迄两个走兄吼，听讲我过来吼，走兄特别讲，我都无咩看病，啊，无人好去看啥物，毋是咩老病，真是。啊，你若讲要做做细伊，迄个做者做阿公下我个故事吼。那是一个新学故事啦，要启示用人，就是真正是阿公，啊，家己骨头摕一支出来，啊，分方个时阵，啊，变做老啊，哇，啊，这块天呀，所以嘛，不济读书头，每礼拜十点，每礼拜之前吼，我搞点四十，开始就老好啊，老是讲什么代志啊，了不了，只好听。读书头，读书你搞家己，到底十个人啊，十个人骨头是十个欠一支，我讲读书啊。拢共款啦，迄是一个天主的故事，所以你讲把迄个天主吼做做真正，十个摕一个骨头来做，毋是安尼啦。伫爱莲路，伫东门爱莲路呢，迄个故事是只表示一个得到上帝的灵，即就用咱归来分落去，咱互上帝拣选，因为你毋捌嘛，咱都戆啊，咱无迄个毋捌恶的。所以上帝用这个故事给咱启示，你是特别分别为圣的，就敢咱以色列后来家己的囝儿十个门、十二个门派拢变全，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什么拢讲得足清楚嘞。爱要死是甚物款？甲同样落同款，甲同样落同款。伫约瑟头前，伊有法度把这个囝儿祝福了，然后嘞，哦，足传神了，讲伊个脚，表示足老啊，对无？啊，足无关系，伊脚哦，这个刷开连成点。所在林中殿，在安贞会里，伊个囝儿交代，你个我吼，传阮你，我系家吼，我系祖先那边来拜祖。当然啦，像祖先都老实讲啦，无啥要求嘞，养出因的信用。啊，我唔做无事，是专门研究古约圣经，所以阮伫遐吼，真好个啦。得到这古约圣经真侪故事，啊来你听讲，哦，听出背景，就是你开始。信用发生的这些代志的遐连贯性吼，啊可能啦，可能明年天后机会，伊若好落山来去以色列，哦来去圣殿行一撮，圣殿炸了，周围来个介绍，哇，一团国家队来参加，你知影吼？我讲这个就是讲，亲像，咱讲伊有法度查看伊的过去啊，啊这代志拢好落交代，当然，中间的故事，我念家己对，比如说创世纪对四十章啦吼，读到五十章，这拢从足清楚，迄足好，迄做出电影是偌水水，有一出电影叫《约瑟的彩衣》，哦，彩线衫，你若看你就知影，哦，足感动人啊！人生是咱毋捌，所以上帝啊，借着打草卖菜的人，会发个利息，但迄个故事拢讲咱亲像。敢若这样代志安尼尔，事实你有看内底？阿公阿妈遐囝儿孙，拢嘛去带人结婚，表示迄世间已经有足侪人啊，对无？毋是讲敢若世间敢若做孽人，迄是贬掉人一只啦。哦，阿叔阿来讲，你可能太了解。来，那个把那个屏幕打开，我给你们看一个。这个是南京马科博馆哦，科博馆的一个张教授。啊，这个故事吼，伊伫爱丁堡摕到故事，哦，啊，伊看无外久呾，伊给咱记下来，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纲目介词中吼，
咱遮拢做分类啦，我甲你讲，先做下分类。啊，即个分类个地方，我来可以看到讲，伊尾啊，甲我介绍黄龙啦，啊，甲咱人吼，介绍讲咱人开始是安尼。跟咱老三啊，哦，黑猩猩弟弟到咱了，到咱后来后人发明武器，因啥？因咱人有迄款智慧啊，上帝给咱智慧甲天生万法，啊，咱人嘛是进化落来，这是达尔文的进化，达尔文嘛是爱丁堡，爱丁堡大学，爱是做读书的，老爹做医生，叫这囝做读书，结果这囝做读书以外，我去读医学。啊，伊也是读袂了，来下一张。哦，即个做较平个，互你讲讲，咱人就是安尼，即只一大汉啊，到尾啊，到尾啊，到老啊，连哪国同款都是用白个，白个脚垂落去，足好了。嘛，再咱来看咧凌晨点，啊，三点对位吼。好，来下一张，下一张互你看到讲，即内底吼，即个文字就是在讲好在，即只有啥物好个功能，拢在遐包罗，你看到包罗。伊个特点在倒位啊？就这两只手，霸王这两只手较细只。请问，恐龙伫6500万年前台湾古海形成，进行着绝迹啊？恐龙绝迹哦，啊，这是从古人来讲。哦，因为考古化石来，上述化石你知影嘛？吼，化石就是咱人恐龙死啊，啊，一寡腐生动物甲食化化，食甲脆啊，空空啊，哎，讲咱沙就走入来，沙走入来，沙。走起来，咱填满，填满来中间，不如大地当，不如岩浆喷出来吼，阿像吸入去，阿像固定啊。所以咱伫最少一年后，咱伫咱个胃出来介绍好多滴，四公五哎，用碳十四公位数，咱产生光能，微频吼，即个暴露点嘛，看咧，两支脚看咧，啊，请问咱足侪所在拢用暴露做足碳的对无？伊即款考古的结果错了。霸王龙那两只手特别小哈，所以拍绝对输人。伊是啥？伊是腐食动物，拢讲食人，伊是食粗的啦。慢最后看无伊，伊头前，伊头前不了，咱咱白天走迄种，迄种叫做霸王龙。所以伊是足温柔的啦吼。来啊，下山下来。哦，啊，这有人对吧？有人，啊，有小恐龙吼，叫化石未流光，那恐龙叫它底下嘞。那肯定好，所以一只恐龙，我做上面知道，偷蛋恐龙，知道吗？偷蛋恐龙哦。后来，现在的科学太进步了，我把那个蛋哦，摕去电脑 CT 断层，迄面讲，迄内底一只龙甲一只偷蛋恐龙，我共看的，伊是硬偷食，是伫孵卵啊，哦，伊是伊的囝，恐龙爱孵卵，有孵卵爱有。爱温度对无，所以恐龙事实上长毛，你知影无？你毋捌看过吼？恐龙是有羽毛的，啊，恐龙羽毛差不多有温度，红叶就喷出来。啊，但是这样话，得当大地热还是岩浆啊，羽毛拢无去啊。所以因都来到哪一寸一寸来恢复恢复，这才好。偷蛋恐龙不是它在偷蛋，而是有足好的恐龙。啊，结果嘞，这里面吼。这比赛概念，永远还要叫偷蛋恐龙，命名了以后就不能改，但是我们要还它一个公道哈。下一张，我你看，这样学的嘛，画的恐龙哦，大只细只，成就细只，干细只，足细只，像大细只呐，干鸟鼠也变大，恐龙鸟鼠也大只，你看，啊，这两个情况大多学，啊，这个不能这样子熟悉，那办的是太简单，那个恶变。上帝早就伫宇宙中间有迄一定的自然律、自然律。伫自然内底，亲像即嘛，前面去读爱丁堡大学，本来做博士，啊，规个行业，读下去，看到一波啦，讲一下看到火，切落去啊，有通晕倒。啊，几奇怪啊！哎，后壁去到的是好啦，无恁个去到倒来做博士，结果讲走去南美洲去考察啦，达尔文就是安尼。考察了状态流啊，物种它属于物种多样性，啊个物种是演化进化来的，所以有些足侪人讲啊，
咱人是因为黑猩猩48个染色体，咱46个，咱是对它进化，经过突变，啊，咱人才变精英个，受着上帝的特别拣选，互你是有灵性。那动物跟咱人，跟咱人无共款，啊，即款技术咱嘛无办。啊，我若再讲一个，哦，足侪无输个老拍死。哦，我也到时来少年出产个即款，哦，批注的其他，伊就来投诉我阿妈。丢书包，这真正有道理啦吼！啊，你无用无算，我细根钱拢袂使解，啊，咱钱拢袂使解，内底矛盾嘛足济吼。哎呀，哪有老板嘞？刚才我讲起来，吼，这讲了包我可以看出来，莫因为伊外形，都甲想讲伊外残暴，是不是？所以讲我们的故事吼，是不是？哦，两亿组三千人钱，甲六千五百万人钱，咱台湾。伊个欧阳板块，甲菲律宾板块之间，隔一个隔，两只都带来波动咯。因为渐渐的告诉吼，下一张，哦，啊，伊来写下一张，最后的感动，下一张，下一张，以骑车道路爬上背吼，都是安尼啊。都还要来来，最后三张，来再来，他吼，地行星撞地球，6500万年前，以墨西哥湾有一只台湾一半的迄个。行星彗星啊，你看到绕塞车哦，砰，弄着来，超过空气层蒸发变作火，迄个火星几落万年前砍掉地球，裂裂到这个，其实像咱人类可能不能够有认知，伊是爱随环境变化，烧热就裂就就掉，所以讲都死掉了，都死掉了。啊，咱人是后来对我听你讲，我奥巴马总统奥巴马也过得很了，遐个死，太阳出世无死无了死，遐个人变做咱人叫我们祖先啦。哦，咱都对遐移民过来哦。OK， 啊，这个张教授嘛，讲啊，这个故事，我阿爸后头再来讲这人的哦移民的代志。啊，就是今日来讲这个，叫咱知哦，天地奥妙，咱白，咱只有顺服，像今日来我讲知，向阳今日就不错，看到我第一。讲到啥？心肌梗塞，四年增加一万人，每八个人有一个就无活50岁。所以你若活到过50岁，未死啊，就较未死人啦。但是迄个会足恐怖，但讲是安尼哦。好，所以我嘛唔知影这个问题。即卖统计才来讲，啊，热天卖心肌梗塞，对，要来减水哦，热到讲吐水，心肌梗塞。以前我拢知影，伫个寒天出去，寒流就来吼，差不多半夜四五点遐阵，心肌梗塞甲流汗的，足济啦。但是当时讲啊，夏天也会心肌梗塞，所以各家的物件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进步。伊永远伫找迄个真理，我就是道，就是真理，就是先生命，我就是生，我就是光，迄个光你唔捌，爱因斯坦来讲。世界上大的能量分是啥？比更高更呢，就是听。迄个听有法度阿加，这个人为着恁的嘴、恁的光，我只好替你来试，来互恁来证明。咱若无讲听了即款的听，你实在是上戆。十八个做，听入面，我父母的人加在以前就算我，不管是好运是天国，我哪有是无恙？就以开我的眼，把一切不为所欲的现实来放在我行完世间这个路，来给普天的隆重一对一对来去做钱，我来去做东西，各处现名。
could we